我是保罗·哈里斯，今天是台美扶轮社第100次的例会，意义非凡。我想向大家表达我最由衷的祝贺。我创立扶轮社至今已经120年，而扶轮精神始终如一的延续者。今天我特别要向台美扶轮社致以最诚挚的祝贺，感谢美创立台北台美扶轮社 PDGCP May 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。P. Fred 接下第四届社长的任务，继续带领社团走向光明的未来。感谢 PPYC、IPP、Lucy C 及全体社友，你们的辛勤付出和参与，让今天的台美扶轮社蓬勃发展。祝愿台美扶轮社社运长龙，祝福每一位社友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。让我们一同吸收，继续推动扶轮精神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感谢大家。我能做代表他来参加，非常的高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我也快快乐乐，谢谢。家里面一下不敢了，请七七社那个台湾的原始的扶轮社来教你们。我们台湾的扶轮社几乎都是由台北七七社交给台湾扶轮社，台湾扶轮社现在辅导我们整个台湾地区的所有，现在是300多个社社长，所以我们等于是七七扶轮社的孙呐、曾孙的意思啊。哦，非常谢谢今天台美扶轮社所办的活动，非常有意义。虽然我们做的工作不多，但是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谢谢 Fred 的邀请，谢谢。谢谢这个人，谢谢。朱天砖，他代表是吧？大家好，我桃园金果扶轮社，也是桃园社的主社，也是新兴社的孙社。今天来这里参加，看到各位这个精神很好，而且很热情，非常有活力，非常感动，非常感动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。